佛子，菩萨摩诃萨有十种智慧助道具，何等为十？所谓亲近多闻真善知识，恭敬供养尊重礼拜，种种随侍不违其教，是唯一，一切正直无需矫固。这个从前头菩萨摩诃萨福德助道具乃至于智慧助道具，助道具是什么意思呢？因为我们要修道，修道的前方便，你发了菩提心，有了信心了，那你怎么样成就菩提道？这个助道就是帮助的意思，帮助你成道，在帮助你成道的当中，大家看一下的下头的文字啊，就是从你最初发心，比如说我们将进入佛门，你什么都不熟悉，等你过了一段时间了，生活当中起居当中渐渐都熟悉了，这都叫助道具。因为我们初发心到这寺院里头来，那这个常住的规定让你锻炼，锻炼什么呢？说你的身体能够跟大众师父相应，说话不是跟在家的在说话了，语言也不通，这都叫助道具。前头讲的助道具呢，是助道的福德，助道的智慧，有福德智慧，那现在就是你要找智慧帮助你成就智慧的呀，你得多学呀。这开始啊，开始说这个助道具，助你成就佛道。就这么个含义，以下都讲助道具。那十一地的菩萨已经成就了，为什么又回来说助道具呢？因为他要教化一些众生，他要帮助一些众生，从头来。说华经所以广大，无法不包，从头来啊。说你刚一出家发现你怎么当修行，这里头讲南顶隐士第一，南顶隐士的是刚发心修道，那就帮助你的能可以正果。这里头还要讲出果相出果，二果相二果，三果相三果，四果相四果，这叫八道，这都叫助道具。在八道之前，南顶隐士第一都叫助道具，就从头来。释迦牟尼已经成到佛果了，就从头来，这是两方面说，他是这样的成道的十一地的。另一方面说，他教化众生也得这样的，从开始教化。说《华严经》无处不包，不过他把它圆融了。怎么样圆融的呢？
用你的心，用心，发无大小，也没什么大成小成，都是要众生心来分别的。所以你现在想的，所以你的智慧、看问题的看法、思想的想法、认识一些事物的认识方法不对头，所以佛就从头教育你，你怎么样看一些事物，达到究竟广大了，看一些诸法空，达到性了。但是你没空之前，没证道之前，那这些个方法呢，都叫帮助你，叫助道具。懂得这个道理了，那我下周到了文字上啊，你好懂了。说你要想开智慧，要想开智得到智慧，那你就得多闻，多听一听，再多看一看。听的是学习，学习人告诉你的方法，机会告诉你的方法了，你也不会做，你看人家做怎么做，你得有工具啊。我们做个桌子，尽管这个材料是木头的，那得会木匠工具。如果我们用水泥倒，倒成水泥的桌子，那呢？水泥怎么和？多少水泥，多少沙子，都有一定程序的，这都叫铸道具。说你要想得到智慧，多亲近善知识啊，多听人说呀。那你对三宝得尊重，还有礼拜忏悔，处处的随顺三宝，不违其教。不要违背善知识的教导，这叫一。所以正知无虚教，第一个不要虚假，不要产生骄慢。从这点那个体会啊，为什么大乐菩萨是要出家，先让你劳动，去掉你的娇气，女孩子娇气很大的，对，说话从来不说真实话，对妈妈也不说真实话，这有虚假。要把你当小姐，那些个虚娇的态度取消了，这才叫正事。所以你要想发心出家，得亲近那个善缘，得有缘呢。什么缘呢？亲近善知识的缘。谁是善知识呢？你刚到这锻炼，那老师傅就是比你出家早的，受了戒的，都是你的善知识。不是选择的啊，要你离开骄慢，要诚实的谦虚谨慎尊敬别人，你的身与意没有在家时候那熟了熟气的粗犷熟气啊，就粗糙的意思。一个器皿呢，因为打得打磨打磨的现了光灾了，同时呢要柔和善顺，几时的不要发脾气，不作假，都是正直的，不是弯曲的。这个才能够出家的法器。
你可较慢，常识谦虚。这里头谦虚较慢，跟你那说话出了出奇的，要出框，要柔和善顺。这个就是内里头具足法器，外头限制因缘，两个合合了，这叫法器。这叫有智慧了。说你的念和你的智慧没有觉前是散乱的，经过调和善顺，你的念头你的觉悟就不散乱了，心里头啊也没有粗犷的行为了，惭愧柔和，心里安安静静不动。达到心里的柔和不动很难，要是不难的话，那人人都很快成佛了，就有相当的难。所以怎么样锻炼呢？常识意念，意念有六念，有六念啊，有六念。还得常行六境，还有常有随顺做六种坚固法，六念六境六种坚固，这叫三种，三六一十八。还要与十种智慧相结合，这叫方便善巧。难念会难住，难念会难住，有六念，有六念才能让你不散乱，有六合纵法才能使心地安定不动。哪六种呢？念啊，六念，信，信坚固，坚定不移，法坚固，修坚固。信了，学了方法了，方法就是修的方法，那你得坚固不动。信坚固了，不动摇。对法，法是佛所教给我们的方法啊，能坚定不动。知道了要修啊，修你就得到了，得到什么呢？德，道德的德啊，德坚固，不退堕，顶坚固，觉坚固。顶啊，就能够达到一定程度了，是法器了。这个顶啊，说前头信有点难气了，信法这个就是表示说有点难气了，到佛门以前冰冷的，现在有点温暖的气氛了。对，法也能进入了，修也能进入了，因修得到德，达到顶，达到顶，也可以了，成熟了，这才觉了，就开觉悟，就信法修得顶觉，这是六种啊，一个六种啊，还有六淫，信法修正无垢。一些智，一些智慧，这是六淫呐、完了还有六慧，不是想得慧吗？要得到六慧，
什么会呢？文会、诗会、修会，达到一诸法无相，认识诸法无相了，智慧均等，智慧均等啊，智呢是照，定呢是寂，说照寂均等，照寂是以智而入定，反过来说，由定而能生慧，照寂即照。照进其实就是定慧啊，但是慧在前，定在后。即照呢，由定又产生智慧，由定而产生智慧，由智慧而生定。这在文字上啊，跟我们自己用功的时候，有所悟入。有所悟入就有了智慧了，肯用功肯学习得有智慧，没智慧的用不下去功去了，赶紧用功的时候有了智慧得到了，他入了就是定下来了，能定了，由于学习而能入定，这是由慧而进入定的。当你已经定了，能定了，又产生智慧，说寂在前，照在后。你刚学的时候呢，学智慧呢，是慧在前，照在前，寂在后。也就是我们大家都出进庙的时候，这时候就学习了，学习的方法啊，修行啊，乃至于上殿过堂啊，生活起居啊，这属于慧。时间久了，很习惯了，自然的了，你定下来了，就入定了，得到寂了啊，定定了。但是你在这个地经过一段时间，说一年、两年、三年、五年、十年，你定力大了。由你能够这样定而又产生智慧，这个智慧就大了，所以这造寂即造，慧在前定在后，因定而能生慧，有定在前慧在后。但是我们最初学法有不习惯，变成习惯了，这叫习总性，熏习的成了性了，这叫习总性。感能够智慧增长，智慧增长，恢复你自己的本具的，那叫性总性，由习而能达到性，性而成就了，再不动摇了，这叫性中性。同时呢，这些是怎么来的呢？由于你信、法、修、正、无垢，得一些智慧。都从心开始，行法学法，我的行就是修，我达到纯正，没有垢眼了，进入一些字，因为有了智慧了，有了智慧了，那这个智慧怎么来的呢？是你文法思维修，思维修，修能达到无相，认识诸法无相，先达到无我、无能，
知道误我了，什么都不知足了，哪知挣得了。完了以后，不但无我，也无法，那就法执证得了，入了菩萨位了。那这些都是修熏习而来的，而能到了性中心，就成就了。这是修行的次第。嗯，同时特别是在法修法当中，这个过程当中。前头讲的是方便，由于这种方便能够入到佛的智慧，一般的智慧讲法的智慧、比量的智慧、他心的智慧、世间法的一些智慧、苦集灭道四岁法的智慧、因缘法的智慧、达到菩萨分证的智慧、无生的智慧，但这你得去学法。喜欢要欲去学的法，法一定含着一些道理。说句话，这话做什么它有个道理的，跟他跟你说叫你去做什么，叫你去做什么，那个就叫义，就叫义。说以法为乐，说学法呀是最快乐了，比任何事情都快乐，能是这样子吗？当你最初听经的时候，上课的时候，有些同学的不耐听，就说他们不以法为乐，懈怠。要以法为乐的，要闻法，常乐的听闻，永远不生厌诸。你说废寝忘食，闻法的时候得了法喜充满了，不想吃饮食。以法的力量不想睡眠，叫废寝忘食，不想睡觉，不想吃饭。因为什么呢？以法为乐，法能满足，法有法味，无有厌中。但是可要离世间论，离开世间，不要贪恋世间。不但要离开世间的论，还要离开世间的言说。但是这个听法闻法可不是听相声，也不是看戏剧，是学的出世间法，专心的接受听闻出世间法，远离小乘，入大乘会。咱们现在讲的是上来所讲的六境也好，六念也好，什么的南丁言寺的一法是小乘法，从小到大。大菩萨受法，圆人受法，无法不圆。小乘人听法圆满教义，他也听成是小乘法。咱们现在是讲华严啊，不是咱们昨天讲的。那个就是完全是从世间到小乘，
这个是从无上的佛字到一切世间的众生的智，然后翻过来了。嗯，他让你闻到小乘法，不要执着，要离开小乘法，要一定知道大乘智慧。不是让你闻法无厌，闻法无厌，说把你所闻到的法，都把它回归于心，离世间论、世间言说、世间的语言，远离小乘，如大乘慧。但是呢，一心一念，一念什么？一念大乘的教义，从法而言的法的义理，无有闪动。六波罗蜜，心专何逢？不是持戒忍辱禅定智慧啊，你那心要合福，合福的意思啊，要去修行，承担起来就是合福。有福担，福担什么呢？圆满六波罗蜜，乃至四种情形犯状，把这些法都把它成熟，明法，随顺教而明白它的道理，明白法，这个法做心讲啊，明白你的心。一心而起观，一观就是修行了，是善修行。要是有智慧的、聪明的、有智者，向他问法，不要懈怠，尽情的请问。远离恶趣，趋向善道。心常耐乐，正念观察。这正念观察，用正念调伏你那个不正念。不正念是什么呢？不要用感情，用智慧。调伏于情。调伏你的性情，经常说说你不要感情用事，有经常的跟在家居士说，我说问他们解释什么叫感情用事啊，哪个用的是智慧啊，感情是下堕的，智者是上升的。守护他意呢，是随顺众生的。尊重的。守护他意就是不要违背别人的意愿。这样子兼顾你的修行真实性。真实性呢，印得住法的性空，这兼成大乘教义了。想想，同时常乐出离，不着三有，欲有色有无三有，就是三界了啊。有人说二十五有的啊，有很多的，咱们这就随经文讲，不着三有。此字的心没有一面的恶念，但是你觉察关照啊，当你心起个念头，你用智慧判断观念上，不要夹杂恶念。恶念包括的范围很广，一念丧失菩提心，丧失菩提心了。
那就叫讷了，没有菩提心呢，就是讷了。不要有讷念呢，这属于那个善法讷法的当中，长期善念是善法，嗯，没有讷法，没有讷念。三觉三善都是对着三有说的啊，嗯，三有就是啊，三有以觉，三觉以觉，三善皆善，三业皆善，嗯，身口意三业都是善的，自觉觉他，觉恒圆满，达到究竟，身口意三业都是善业。这就知道自己的心，从心印的性，性是体，什么是体啊？常使自心清的清净无染，嗯嗯嗯，自己的三业清净，觉他的三业清净，嗯。自他的三业都达到清净，能令自他心清净。嗯，同时呢，常是观照五蕴，色受想行识，五蕴都是幻化的，没有真实的。嗯，戒十八戒。六根六尘六肉，像毒蛇一样的，把它灌成了恐惧。说一切诸法如幻，如阳焰，如水中月，如梦，如影，如想，如相，根本都没有，就观一切法空，空。这样子，空中的画有吗？画在空中上的画能画得到吗？啊，飞鸟在空中过，有痕迹可寻吗？嗯，就像那个火轮旋转一样的，如那个红泥色的红霓虹灯那样子的。乃至如日月光，日月光只是个光，逮不到的，摸不着的。这一段呢，都形容着一切法无相，没有形象的。没有形象，不是断见了吗？不是，非断，它常识入世的。但是不是常见了呢？非常，非断非常，非有非空，不来不去，一无所住，住法无相的意思。说你这样来观察，一切法无生无灭，是为起。我姐啊，第七个观啊，那个，那遍观一法的实性，要关注法性，嗯嗯，接入毒蛇是个涅槃说的，嗯，十八戒都是生灭法。涅槃是不生灭法，不生灭法，嗯嗯，来这认识世界，它不会伤害到你。嗯，那菩萨摩诃萨，他怎么样来闻一切法的，听闻一切法的，怎么样认识一些法的？嗯，菩萨摩诃萨都闻到一些法了，知道一些诸法。无我无人无寿者，无众生，无波陀伽罗，是印度原话了。翻咱们话就众生，就是《金刚经》上讲，
无哪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，四相。无哪无人无众生无寿者，是吧？不得觉了也犯一切有情，就是一切有情，前头无众生无寿者，没有一切有情。同时无有心，心是主观，景是客观，没有心也没有景，没有贪嗔痴，也没有身，也没有物，也没有种，无待，无待是绝对的，不是相对方。无着，无着就是在一切法上不执着，一切法是假的，如幻梦幻梦一样，可能执着呢。无形，如是一切皆无所有，空贯成。观一切法都没有，都是寂灭的本性。听到这种的法义，听到这种的言语，不怀疑，不半悔，还能深信不疑，这不但人得空，法我空，二空，一切法永绝。二空达到什么呢？达到无心。无心，这叫法空，是吧？供养三世诸佛，不如供养一个无心道人。这菩萨摩诃这样的观察，这观察了这样认识之后，能调伏他的身口意。或者说是眼耳鼻舌身意，能调伏他的六根，这叫真正修行。为什么空观修成？修空，就是观，这个是止观双运，观即是止。自己是观，心意了，寂静下来了，没有念头，举心即错，动念即观，一切动念呢，皆悉不成，无我无人。接着来观无呢，无人就叫无我人人观自在，没有我没有人，那你这个自在观呢成立了，这就是观自在，这看破了，放下了，自在了，无我无人。也无作也无所行，无执着，没有想，一切想都停顿了，但是一个自空，从不计较的我的业障了，哪有业障？业性本空，所以忏悔最高的境界，人拜忏呢？拜忏可是要做相的了，能拜忏的是我所拜的诸佛菩萨，那初步的忏悔，高度的忏悔呢要观想，靠着思想的观，高度的忏悔，高度忏悔一切作业没有性啊，凡所作业性是空的。那我们说业障，业障是无形无相的了，谁能把他的业障拿出来吗？让别人现世一下吗？说业性本空，业的体性啊是空的，
没有真实的，唯心造。说你心造的也没有唯心造，说你现在关心关心形象都没有了，业性本空是心造的了，心都没有了，能造业的心没有了，能造的没有了，所造的还有吗？所以叫无有慈痕，无明的痕迹没有，没有一些过错，于此所得瘾，得到这个瘾，就真正的瘾，瘾可成瘾法性，知道自己的身业、语业、口业、意业无来无去，也没有个精进借懈怠，也没有个精进，也没有个勇猛。观一切众生，一切诸法，心皆平等而无所住。这就是佛在《金刚经》告诉须菩提：你心呢，观一切法无所住。不住才生心，不住香味触法生心，因无所住而生其心，心平等无住，也没个此难，也没个彼难，因为什么呢？性没彼此过，无所从来，也无所去。从什么来呀？没来。到什么地方去？没住。什么是凡夫？什么是涅槃？什么是圣人？什么一切皆空。入世的智慧思维，让你这样来观想，这叫子观双运，犹如来经。无能无所，就是心王景记，心王景记两句空，就是无来无去的意思。菩萨摩诃萨见缘起法故，见缘起法这个样子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见法清净，这是正确的佛之见。真正法华经不是开佛之见、悟佛之见、入佛之见，见法清净的这个见是真正的佛见，以佛之见来看一法清净的，没有什么叫言法，什么叫净法，法不存在。法是清净的，那见国土，国土也是清净的，那见国土清净，国虚空也是清净的。见虚空清净，法界就清净了，就清净入法界了。或者说广大入法界了。再一个时候说生长的智慧啊，是以法界清净的心，法界清净的心，所有开的智慧说清净智慧。是为是这样的修行极具的一切智慧。这就是《华严经》讲的。假使换个地方，咱们讲《大乘大济十论经》就不能这样讲，他没达到这个境界。这些个观，那空观也是智慧入道具。要想智慧清净，
得有这种的观念。那些大菩萨难住持法，那就成了根于如来的法，无障无奈，清净微妙智慧具，达到佛的智慧，究竟佛的智慧，这叫修济佛种智慧。那翻过来说，一切法从缘，诸法从缘起，一切果道，一切世间相从心现，见法从缘，知道一切世间相由心现，由心现。那么由心现的这个果，这个果是缘显的，心没有，没有。那这个果度呢？空的，有即是空，以空为法门，空为法性，万法由心生。那法性就是根源，根源，这叫真智慧。这里还有一点的成垢吗？没有了。我说才叫清净啊，清净了就明了，明就是究竟智慧。佛子啊，菩萨摩诃萨有十种明珠，明珠，明加个珠，何等为实呢？这以下这段意，一个是智慧圆满，但是在这个智慧达到智慧圆满是得靠进取，靠进取。进取是什么呢？就是足。进取足是脚啊，脚是走路的，换句话脚是行动的行。明足呢就是明行，明显十种行，哪十种明行呢？就什么十种是能开智慧的大明？大明，这智慧明啊，善明白诸法，说善会分别一切诸法明，就修行明。能够善于分别诸法，明着不取着诸法，说在一切法上不要取，不要执着。现在离开颠倒见，明明没有的你要认为是有，这叫颠倒。明明是空的，你要执着有，就颠倒。随众生缘而有的，随一切法的缘起，缘起而有的，你要说没有，还是颠倒。两者皆不可。要修行达到智慧光照，照了诸根。无执着，无念，这就真正智慧照亮。那佛所说的一些众生，要能达到这种，要精进，要善巧发明，正精进，能是深入的。真谛的智慧，修行达到真谛的智慧，灭去烦恼业。烦恼业，
成就了你的智慧，无生的智慧，无生而无灭，有生才有灭。有这种智慧了，因是一住法，不智生，不他生，不共生，不无生。你这四个了解了一明，天耳明，观察，不知三千大千世界，凡事一切有法。天眼是什么呢？自然的眼。自然是什么呢？是性。性。性。性是一个。就是一性。一性无性。一性无性，片于六根。在眼为眼性，在耳为耳性。反正练根吧，就是天眼。六根的智慧是一个，叫什么呢？普明察。许念，许住念之前际清净明净。前际呢，清净明净，那中际也清净明净了，后际也明净了，这就是许住念智。天眼智，许住念智，漏尽智。断一切众生的漏，断一切众生的迷惑，就是这种智慧，实为实，应是以上十种。如果菩萨能难住此法，那他所得的什么？如来一切佛法无上的大光明。佛子菩萨摩诃萨有十种求法，何等为是？求法啊，求法。所谓执心求法，没有惭狂。最初发心时候是执心，执心是道场。咱们通俗啊，佛弟子经说，执心是道场。执你是正直的，没有残缺的，没有弯曲的，这是你修行的一些根本。执心身心大悲心，在起乐起行论上讲三心。第一个就是执心，我执心是道场。精进求法，远离懈慢，绝不懈怠，就是精进不懈，一向求法，不惜生命。为了求法，不顾惜生命。所以生命是可贵的，每人都爱护自己的生命，但是法比生命更贵更尊重，因此求法就不惜生命了。为出一些众生的烦恼求法，不为名利供养。求法的目的啊，是断众生的烦恼。断众生的烦恼是给众生说法，让众生啊断烦恼的时候，不为名，不为利，就是自己内心呢没有名利的念头，只为了度众生，忘却名利。唯有一次他一切众生而求法，求法的目的达到，既利益自己，也利益他人，
就自他双利，不仅仅是为自己。例如说，玄奘法师到印度求法17年，他不是为了自己，也不是为了名利，他就真实相。那么玄奘法师要犯不得切罗，他犯因不犯义。因呢，就是印度叫不得切罗，他也在中文也叫不得切罗。就绝有情，一切有情就叫不得切罗。有时候犯众生，他这个里头没有名没有利，求真实，求真实。我经常念那个义净三藏法师，他那个舍身求法，不为名不为利，就求法的真实，让众生得到法的真实相，不为名利。那他有两首诗，他说：“晋宋齐梁唐代间，时间晋朝、唐朝，在个晋唐之间有个齐梁，有齐国有梁国，就是晋宋齐梁唐代间，高僧求法离城南，而这些个。”法院的弘扬佛法的高僧，就有道德的僧人，因为为了法求法的僧呢，他感觉到印度传来的法呀还不够，他要去求，说高僧求法的僧呢，去人成百归无十，去100个人10个也回不来，回不来几个人就是。为什么说那个路途非常难走，路远必偏未能解呀，在路上，在那时候交通不便，从长南出发到印度去求法，道路上非常艰险，路远必偏未能解。沙河折日丽比呢，那个风沙呀把那太阳折住了，昏天昏暗的看不清楚，说沙河是丽比呢，是取经的困难的呢。后贤说未来的贤人学法的人呢，入为难思之，如果不明白了这个道理，往往讲经轻易看，对的经啊没有尊重心，没有尊重心。义净三藏法师是唐朝的人，在唐朝那时候看一切僧人学法的人学经时候，他不重视，现在不就说了印刷术发达嘛，随便印的。古来人拿着经往捧着尊重进的，现代人拿着经甩甩着的，或枕呢枕到经中睡觉，或者把经随便乱甩。特别是我在台湾看见那观音像了地藏像了，那书局里头都在地下散着，人家在那上踏，印坏了经书了，满地都是。想想义净三藏法师这两首诗，法为什么而不能得到利益？现在学法人很多，经书也很多，效果如何呢？
感应，感如何？感不够，说应也没有。现在学法尽管多，开智慧的没有，非常困难。为了除一切众生烦恼，不是为名利去求法，为了有一切众生自他的两利去求法，不是为自己利益。求法闻法的目的是开智慧，是为了智慧，为了开智慧去求法，不是奈何文字，还为了生死求法，要了生死，这样求法，不是贪世间的快乐，为了度众生的去求法。为什么呢？发菩提心，为断一众生的烦恼，断一众生的疑惑，对法不要犹豫，要生长智慧，这样求法，要满足的佛法。佛法各个众生个人根基不一样啊，所耐耗的不一样啊，但是为了求大乘法佛法，究竟的佛法，满足佛成，要成佛。是为师，要是不能难住此法，再得不由他教，自己开智慧，不等别人去教，自己开什么智慧？开佛的大智慧。同时，佛子啊，菩萨摩诃萨有十种明了法，何等为师？为随顺世俗，生长善根。是同盟凡夫明了法，一切凡夫，那小孩就发懵，发懵啊！但是对佛法，就成年人也就发懵啊。佛法没有出世间，因为佛法在世间，要随顺世间。让人家得中善根，只说中个善根，这样子呢，开门的让一众生明了法，这里头也有动根的，也有根基很成熟的，一闻就开悟了，一闻就成道了。动根的呢，就得慢慢来，要发蒙一样的。孩子们初念书时候就同蒙啊，他愚昧无知啊。说我们不运的世间，更不明白出世间。就是出世间的法，我们不知道。我们现在学出世的法，像同盟一样的，什么是善，什么是恶，都不知道。初入学佛门，因为要想得到不坏信，不坏信呢，就是你觉悟一切法的升起信心，觉悟了法了，升起信心来了，那得人解说呀，一般的顿根的众生，他是随别人的言语而能解了法，有立根的众生，他看见的生灭无常，世间无常，
给我生住一面，叫立根众生。大乘的菩萨，他让一切人都能明白佛法。得到不坏信的，相信自己的自性，这叫觉。告诉你的方法，让你不要怀疑你自己本具足的佛性，这叫无奈不坏信的觉法的自性。随顺他人的语言而去学到的，这叫顿根。不随顺他人而自己误入的，这叫立根。随顺一些众生有信心的，给他说法启发他，让他勤勤不懈怠修习佛法，随法而住。一日所学的法就住在法上，意思就是说是按着佛的教法觉悟的方法而去做，这样明了法。心若不行还得去做，做才能达到。远离八邪向八正道，这个大家都熟悉了大家念的八大忍觉经啊，也是远离八邪入八正道。说话要是正语、正言、正信、正面，反正这八样嘛，八正道。对是什么呢？邪见。邪见、邪思维、邪的语言，做所行为的邪业，以邪活命，邪的方便、邪念、邪定，八邪翻过来就是八正，加个不字。除灭众劫，劫是劫使啊，劫是使你生烦恼的，劫就是烦恼劫。很多烦恼灭除众劫，就是断绝生死吧。凡是你所行的漏落生死当中，不能见真谛。如果见着真谛，把烦恼断，见什么都不执着就是看什么问题啊都能正确的，这叫明了法。问了什么是正确，凡是不正确的，断烦恼的八十八十，断烦恼的八十八十，才证到出果。没证出果之前，就出果相，相出果。出果相前，咱们现在刚信佛、刚入佛门的，要能够，或者念经也好、拜忏也好，乃至就随时上殿过堂，这样来做，这个。说你在家呀，没有闻到佛法，也不知道佛法的好处，就像冰冷冰冷的，就这个天气吧，得穿成假衣服、棉衣服了，着完很凉啊，但是遇着佛法了，一学习，像我们生个火炉子似的，那太阳出来的样子，这叫暖。
跟那佛法能够领悟了，深入很多了，渐渐的那成印了，这哪是正，哪是邪，哪是善，哪是恶。这时候你真正印的佛法了，升起信心了，这叫因。四谛依法，咱们在初地上啊，这个南定的四谛讲了很多了，讲很多了。这个是讲到呢，刚发心，达到顶位了，就快入到初果相，渐渐的就能断烦恼，知道吗？初浅的烦恼啊，说见什么不起执着，不起贪爱，不起贪爱。到了这种地位，还得来人间做七回人呢。来人家去，这能挣到出国呀？这是对于贪嗔痴的烦恼，出祸能断了，这叫明了法。明了法啊，能够把这结识的烦恼，说见什么？见货八十八十能够断了，断了生死了，不落入生死，能够见到真谛。这个真谛呢，是苦集灭道的道。等于出国呢，是苦集灭道的灭，但是不是究竟，出国才是第一份。这人叫徐德环，明了法，断住结了。官位是宦，这告诉你，那是咸的，那是辣的，或者那是这个的，不是法味啊，生活当中的生死的味道。欲界、欲味、贪欲味道，知道味是幻，知无往来，一切的往来是迷惑，迷惑。这个是从那个阿那含进步到施托含，施托含，他在生死当中还要来的，一番生死，他断了六品私货，这一个小乘的教义啊，讲讲，同时对于三界生厌离心，能练心，不喜欢，欲界三又不喜欢。就不有漏，就是落落三界的事儿，受生的，在人间受生的，他不耐，断这个耐，就是阿那含的明了法，三果，初果阿那含，二果斯陀含，三果的阿那含。或六种神通得八解脱，九次对定，四种辩才，悉皆成就了，这叫阿罗汉果，叫明了法。明了什么法呢？明了声闻法，这叫无学果位，无学果位，正得八解脱道。好，今天就讲这了。